会稍微勾一些什么法师光啊之类的。其实跟你拍摄场景要一并下去思考，为什么要勾边呢？大家去思考一下哦。我现在在这个人物的这个边缘，我勾了一道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要勾呢？如果今天我不勾这道边的时候呢，这个人物他因为是穿黑色的衣服，他会跟背景黏在一起，你的人物没有办法有立体感从背景里面跳脱出来，所以变成说我再去做这个灯光的掌控。